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加入老汤瓦雷基，我是老汤。即便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休战协议，同意互换妇女及儿童人质，但是以军在加萨的扫荡行动并没有停止。总理纳坦雅胡更放话，强调休战并不代表停战，因为以色列经历了一个艰难但是正确的决定。毕竟战争会有不同的阶段，人质释放也是一样。以色列军情单位会全面评估安全形势，直到完全取得胜利为止。כאילו אחרי ההפוגה להשבת חטופינו, אנחנו נפסיק את המלחמה. אז אני מבקש להבהיר, אנחנו במלחמה, ונמשיך במלחמה. נמשיך במלחמה עד שנשיג את כל היעדים שלנו. 然而，哈马斯这边同样不甘示弱，强调即便在双方休战期间，武装民兵也会把食指扣在步枪扳机上，随时应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那么，外界关心的是，既然以哈已经达成休战协议，为什么又要隔空喊话，不放弃军事交战的可能？对此，澳洲国立大学中东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讲师伊克泰特分析，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互不信任的证明，因为这次双方同意休战，并且愿意释放妇孺人质的重要关键。 在于背后出力最多的美国、卡达和埃及，因为以哈只相信这三国的居中斡旋，在获得调解国保证对方会遵守停火协议的先决条件下，以色列和哈马斯才肯异中求同，试着找到两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不过，伊克泰特也担心，在双方信任基础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停火保证会不会出现擦枪走火的意外，成为以哈首度休战的最大变数。尽管如此，澳洲迪肯大学 全球伊斯兰政治系主任克雷格巴顿教授则认为，即便以哈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信任，但是过去30多年来，双方在人质问题上有过丰富的经验，因此两边也都具备了应对和处理风险的能力，所以这方面的担忧或许可以稍稍放轻松一些。反倒是哈马斯以外的其他伊斯兰激进团体，才是以哈首度休战期间人质释放能不能顺利进行的关键。 It can go wrong very quickly. Hamas is not the only militant group. We have the Palestine Islamic Jihad group and others, and there's always a possibility of somebody spoiling this. وإحنا طبعا كنا نستنظرها شايف من أسبوع وإحنا نستنى كل يوم تهدئ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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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ما فيش لغاية الآن تهدئة ضارة وشعلة. إحنا لازم التهدئة تكون شاملة في غزة وفي جميع قطاع غزة ونكون اليهود هم اليهود أحيانا بيقوموا بالغدر وبقتلوا الأطفال وبيلتزموش بأي شيء. إحنا بدنا تهدئة شاملة حتى الناس تستعيد تقدر تجيب حوايج البيت الغاز الطحين. 虽然担心或质疑总是难免的，但是双方愿意各退一步，已经是这场超过1个半月军事冲突的最大进展。尤其对巴勒斯坦百姓来说，更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学者也说，以哈同意休战4天，最大的意义就是以色列允许在这段时间将更多的人道物资送进加萨走廊。克雷格巴顿就把这次的休战比喻成一次拯救生命 的停火，因为当地有超过200万人正暴露在饥饿及传染病爆发的高度风险中。即便只有短短的4天，就能够运送更多的食物、清洁水、药品和燃料，拯救亟待援助的巴勒斯坦民众。伊克泰特则认为，尽管运送到加萨的物资数量远远不够，但是从人道援助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次深具意义的举动。 Because it will allow for a large number of humanitarian aid trucks and convoys to enter the Gaza Strip. But I must add that the number of humanitarian aid or the amount of that aid that's going to be allowed in is nowhere close to what was the regular, let's say, flow of humanitarian and aid and other products to the Gaza Strip. مش حياة اللي احنا عايشين فيها، ولا عيش ولا أكل ولا شرب ولا إشي. طبعا أكلة العدس هذه زي ما بتقول إنها أرخص أكلة بس مش موجودة. 曾经的家常菜，现在变成千金难买的奢侈食材。巴勒斯坦难民无法想象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虽然答案或许暂时无解，不过以纳坦雅胡的强硬态度来看，以色列的优先目标还是把消灭哈马斯放在第一位。英国周报《经济学人》发表一篇悲观的报道，指出，一旦以色列达成目标后，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接管加萨地区。但是这和美国总统拜登呼吁的两国论相互背离，而且以色列右翼政团已经明确表态，不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也不允许以色列的领土内存在另一个国家。 换个角度来讲，万一以色列短期内无法消灭哈马斯，那么整个加萨地区将陷入无止境的战火中。尤其加萨北部在以色列的报复性军事行动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被迫撤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又都挤在南边的难民营里。万一战火一路延烧到加萨南部，已经走投无路的巴勒斯坦人又该何去何从？ 曾经一度传出，以色列要求南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往西边移动，以利于扩大对哈马斯的打击。毕竟这支武装团体十分擅长把武器藏在四通八达的地道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可以抄起手边的武器发动袭击战。全球瞩目的以哈休战互换人质到底能不能顺利展开？到目前为止，时间和地点都还存有变数。即便各国都期待这次协议可以为双方长久以来的矛盾带来正面的帮助，不过诚如许多学者的分析，以巴或以哈之间的仇恨早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双方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结或许很难解开，只是国际间都期待这次的休战和交换人质协议能为双方剑拔 弩张的高度紧绷带来一丝缓解。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